现在的 PMC 进场，如果出来不及时的话，绝对会被斯卡姆围殴。这局灯塔来是做任务的，要打美军。我是毛毛，就差一个了。这个位置一复活，赶紧往这边山上看一眼，因为上一把在这个位置刚一复活，走两步被一枪投了，应该就是在对面打的。正好看到对面有一个人了，测了一下距离250，不确定有没有机会给他打掉，试试吧。万一找地方架枪呢？这个时候他是看后山的方向，后山应该是也是有人的，一枪打掉了，我们任务提美示了。军是个，哎呀，谢我谢，打了七八个毛子以后，终于打到一个美军了，谢任务谢完成。呀，大哥。我们直接去填报。他架枪的方向是后山，一般现在后山复活的人不在后山打肉鸽，会下来。来到这儿以后就听到有点脚步声，确定有人。他想打我的时候，直接被我点胳膊，应该是点了三枪胳膊，胸这一块点掉了。是一把大炮，怪不得呢，这把枪还是挺重的。我们打掉那个人，被他舔了。大炮现在应该不是 AP 弹，应该是 FMG。换个位置你舔一把我下。狗牌给我拿了，他拿的是一把破枪，但是舔这个人枪比较好，我们打掉这个人枪比较好。既然任务都完成了，肯定要去污水厂里边溜一圈，我们直接从后山过去。污水厂里边还有一把 AK 在疯狂的输出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不过反正任务完成了嘛，无所谓了。先看看二厂，二厂确定有一个肉鸽，再往下瞄，看到我们了，打了一枪，不知道掉没掉，250的命位差不多。看到他了，没掉，直接一枪，差点跟我互换了，不过我们躲开了。换了个位置，架了一会儿，因为我们只有狙，不敢下去舔，就看到有一个 PMC 从御厂那边过来，直接上二楼去舔去了，打了一枪没打中。我们的这个子弹一般打中胸就是一个人，不知道中没中，等他出来吧。出来的一瞬间打了一枪，这个时候就感觉是不是掉了，又感觉没掉，不确定。不行，我要因把枪。为一般这个枪打中了胸的话，一般是一枪死。在这个山上位置继续他架一会儿，被。省得被他知道了。这个时候才知道他从侧边跳下去了，进了二厂里边。然后二厂门口全是玩家的 AI，玩家扮演的 AI，玩家 Scout 跟他在激情的一个玩家。互殴。我们打了个提前枪，没用，没没用，死。被他跑掉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命位调回来，看一下这个玩家 Scout，直接一枪就掉了。还好我们没有下去，我们如果下去的话，现在围殴的是我们。看到又一个玩家 Scout 还背了个大紫包，要进去跟他互殴了，他还丢了个雷，肉鸽咋掉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情况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一场那个门卫可以在打这到边又那架边那了个好久，门口。因为里边人半天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个人，终于等到他了，直接一枪，这是我们的 SVD 迁移子弹，一枪打掉了，赶紧过去看看，外边的 AI 都被我清掉了，他是玩家 Scout 把里边的玩家给敲掉了，这是，然后舔了一包东西出来了，最后都是我们的，所以啊，PMC 进污水厂一定要速度快一点，慢了就被围殴，真的，不要贪。稍微包满一点就溜，不要负重了，要不然真的是好难受，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。污水厂最大的敌人就是玩家 Scout 呀。